车擦完了。好，我们车擦了。好，我们车擦了，我们要介绍小猫咪。这是第一天抽到的饲料小猫。什么吗？饲料猫。饲料猫，这我去清头外的。这只。你要这个吗？这只小猫咪呢，是白色的猫咪，真是大猫咪的男的哦，这个是。这只小猫咪呢，不行拿下来，它们也可以有两个饲料。拿去。第二天抽到的。自己收好、哦。第二天抽到的是这只可爱的台湾猫，它的 baby 在里面。第三天抽到的是报纸猫，它在撕报纸。第四天抽到的是卫生纸猫，它会把卫生纸都抽出来。第五天抽到的是可爱的小鸡猫，它旁边有两只小猫，是小鸡，小鸡，小鸡。头上还有一只可爱的小小鸡。好，介绍完了。好，介绍完了。我们先看小猫的爪下吧。这只是报纸猫，它以前有个报纸。这只是可爱的小鸡猫，小鸡猫，可爱。底下有奇怪的打叉，没关系，小鸡猫还是很可爱。小鸡鸡，可爱的小猫咪，熊猫，或者是猫，还是猫咪，各种不一样的猫咪。猫咪消失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我家有一只宝可梦。你们自己开始吧，已经录了。六月八号星期一的抽抽乐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好，每人十块零用钱。今天抽，今天零用钱一抽。我有弹钢琴，你有弹钢琴。对，各一抽，然后呢？我扁扁两抽，爸爸说我可以再加一抽，妹妹扁扁两抽，姐姐四抽，妹妹五抽，那我可能会全中，如果啦，一九五吗？一九五吗？一九七，二二零，中个大的，二二零好好，二三零，中个小的，好。好，我是小的，好，小的先抽。好了，另外一个抽。铅笔成一，铅笔成一，大的。铅笔成一是小的。小的奖品这么好。好。你逗你讨厌你。我还记得我们，那我记得我有用电视吗？哦，我都是下面。来，铅笔，妹妹。我要蓝色的。哒啦！哇，看这是什么？撕卫生纸喵。哦，卫生纸喵。橡皮盖。喵。十八。十八。感觉中大奖一样。对呀、啊。对，十八感觉中大奖，对不对？嗯。不能边香边数，边香嘴型边数嘴型就不对了、啊。
不过原来不要数，不要数在心里就好。一个也没关系，不要。好，那爸爸回你一个，下一个。喵。要不要想一个妹妹？到处都是喵。要不要想一个妹妹？不要。好，这是今天的吃，我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6月9号，星期二的说说乐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快零钱，等一下要选，人人抽，零钱抽，个人多点抽，不然我们那个印章。然后弹钢琴，我一抽，妹妹一抽，每人五抽。你抽这么多，每人五抽。对啊，不用你抽，你抽那个。弹钢琴的。你抽那个，你抽这四个。然后呢，每人刮刮张啊。你先，你抽四个。没关系，你是。没关系，你。来，妹妹，你选你要哪一个？那我们。个人先选两个，然后再选三个。妹妹，快点给你选，这个蘑菇的好不好？不要。蘑菇的不要。这是新的抽抽了。妈妈，我小猪。啊，小猪，你这是小猪。妹妹，你每天抽抽的时候都好高兴呢，对不对？235。235，小哥。119是电话，我中119。妹妹，你每天抽抽的有没有很高兴？连续三个没中，所以中了235的。那个新的只有退没中，只有中235，最大是235。15。哇哦。120。哇哦。120呀。对，15和120。哦，有单子啊？为什么是单子？画画。沙画。沙画呀。为什么沙画？不要这个。现在根本都不喜欢沙画，你们这样害爸爸妈妈紧张。沙画。哇，没有沙画了呢。那我可以再抽一个。刮画呀，没有沙画就给你刮画。不要，我不要刮画。你为什么不要刮画？这刮画是你喜欢我才买的，买了50张呢，你又说不喜欢。哇，好厉害哦，旁边。不抽奖好严重。姐姐到你，姐姐到你。哇，金猫，谢谢你，小金猫。妹妹，下次大人来装这种刮画好不好？沙画好不好？你会喜欢这个吗？会。会。姐姐到底伤几个呢？这条绳子我要。啾。然后，好几张呀。是我投了，那我帮你带它。不要，我要自己开。这天气也很讨厌。18吗？哦，这么多，我让你赚到了。要是这边的话，不要。81号。好，相几个？18个。18个，来，妹妹来，我可以连续2天相18个嘞，赚到对不对？要真的香的哦，不能那个。太远。要香中香的。6月11号，星期四的抽抽乐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每人10块零用钱。你今天是成果展预演呀？嗯。给你抽。姐姐去抽，妹妹把抽。中，没中，中，没中。干嘛？中，我有说中啊。不行。45。没中，对不对？爸爸要说了才会中啊，还要说吗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有，没有，有，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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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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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吗？还没完全开哦。是啊。我要
像都没中的感觉。叮叮叮。今天6月11号中11耶。那最大几号？最大55、40。嗯？中这么多？我中45、15和40。一大两小，最大几号？181。好，那姐姐收了。我都是那种十的倍数。对。大小。对。老板一大两小 B。来，咬的先抽。好，快折腾。是啊。说话。好，怎么会都弹珠？都是小。该不会接下来都弹珠？珍珠奶茶，蓝色吧。哇，猫咪都抽完了吗？是谁的？电视猫是啊，他们的脚都是。你们以后不要分了，抽中什么都是谁的，你们就爱喜欢先分啊。这是16个。20个。16个。20个。16个。你给郭波看，那是20。没有，你乱写16，这边有我们写超小的。哦，这16，那这边怎么写20？不知道，那就是16。以最大为基准。17。好，17、20，等一下你亲。16、17。等一下就你亲，等一下就你亲哦，来轮流亲，这样来，快点，一个17的，一个16的，姐姐先香哦，来。哎，我17个。哦，你17的，你16个，好，妹妹先香哦，来，快，1、2、3。香太多，香太多，让你赚到。喝最后的没有口水。哦，是哦。对呀、啊。要不要补回来？不要，我不要。对你。好，这是第二个最后的，我们下次见吧。六月十号，星期五的，说出来，3、2、1，二岁。Go！姐姐三出妹妹的，没中的，都没中。都没中啊？什么嘛？两个都没中啊？最大是一二。哎你。我最大是17。哇，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6月14。等一下，爸爸放屁了，先走了。6月14号。星期日的车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今天抽签，每人十块零用钱。好，今天抽签，零用钱一抽。今天中午啦，不是中午比的、嗯。不是早上，就早上了、嗯，早上编的吧。嗯，玩那个藏小熊猫的时候是中午。不用讲这么详细啊，有扁翘，扁扁。有大大。嗯、大大。还有什么？弹钢琴，妹妹就有弹钢琴。可是他不是弹他们测的。有，我也有弹。有，他有弹，有弹就好。为什么？你看你在拍的时候，我有弹我们那个、啊。对。那个。知道的那个歌。拍太阳的时候，里面有预录到你钢琴声音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就有弹一下。妹妹现在是还没有个人班，所以她只要有弹就好。如果是个人班以后，她每天要半小时才会有，对不对？这就很公平的，跟着年纪增长会有不同的要求。像妹妹如果上小学以后，她就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印章，我忘记了。还有身体印章，就是我每天都大大。对，就像你练习每天都大大的，乖乖长来，抽抽的来。都是没有什么可以多的。
你弹钢琴每天就多了啊，你就今天又不弹啊，不是我的问题啊。然后你每天也都会早起啊，早起就对啊，早起也会多抽分。对啊，你就是要弹钢琴，你才会有多一抽，你就不弹就没有多啦，对不对？七抽四抽。这就是202。哇，没中嘞！没中，差一点。为什么不是20呢？对啊，20就大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五，单独一个五。五啊，有。一个小的，我也中，都没中。下次加油，下次弹钢琴就多一抽了。哦，又来了。弹钢琴多一抽，这么好，这么好多的机会。103。103哦，没有，没有就不用念的啦。23没有，22没有。我今天只有一个小的。我最大是202。那你就不用再做了、哦。什么声音？铅笔才有的呀。这样子的。这个是沙画，哎哎，没关系，下次就抽。这是什么画？刮画，刮画群艺，爸爸爸看，好了。刮画。这个可以在这里，这个可以在这里，这个可以在这里，我们就这样，这样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